西凡那努玛杜阿塞朗拉森朗拉森乌苏瓦伊达乌哈拉登伊达阿乌里阿这里是花莲石梯坪，位在东海岸的美丽净土。20年前，这里原是一片美丽梯田，而如今映入眼帘的却是荒烟蔓草的景象。一个回到部落的女子舒米如尼，眼看着这片土地变得荒凉，变卖土地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近几年的观光发展也让这片土地变得不再安静。如果部落的人们有能力在自己的田地上重新耕种，也许就能用最自然的方式保留这片环境，复耕这片梯田变成了他最大的愿望。好，麻烦那给他你呢啊，加拿大给他还很多那个农药干，喊你打在哎，我们试试看啊，努阿瓦工农药嘛，三万工的欧嘛，好，我们刚开始啊，努第二下工没打上，那了都可以好，因为每天每猫嘛很辛苦，麻烦那个工嘛都阿斯给他，嘛都阿斯都嘛都阿塞，我的家人也是嘛都阿斯，啊努忙啊努阿瓦那么多，两个礼拜没休息，赶草一下就好了。那么，稍微什么太阳困难。ni ni a rumah ni kita mengata tutu sekolah kita dan wian awak satu awak tu kami pasti ai alam takun nanum lingatan ai takun rumah ni mata asai sa dan wian sawat satu engkau dirasa anu bang sel tu kuratapang madem kita mami ya mate ya ayo wai pa ukatau san ukatau anu bing kita pantas tau urang sapu cerita tudung mga ito.
下五十公尺。别偷了。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整个史蒂平还没有在卖的时候，那个土地都是梯田的，那个都很漂亮。每个六七月份就割稻啊，那个多漂亮！你从马路经过，你会闻得到那个稻子的味道。对啊，那个很美啦，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东莞处还没有来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盖这个，就是史蒂平废墟的时候。几乎那个从马路上一直到海边哦，海边那个快接近海边，都是稻田，有的种菜，有的人放牛。以前我小时候看到史蒂平那一块，几乎都是稻田。那个上面可能就有机器。这里进来都要，这通通要人工。这个机器可以而已。对啊，这边可以。这里过来都。这里都要人工。都人工。你不可能没有机器。以前我们老人家就是要这样子用扛的，多远还是扛到目的地。前面一个大石头，那个在水渠那边就被挡到，我们就给他用那个像那个原住民的千斤顶给他敲开，然后给他翻。那个石头从那边一直翻过来这里，哎，历史大进程。对啊，人也可以当大力士。大力士，国民最有力，哎，他一个人要抱过来。这些都是港口部落的村民，想要恢复这片梯田，就必须要有水。20年来，部落的人口外流，农民们都老了，田地渐渐无人耕种，水路也就在无人修复。舒米开始寻求资源，修护灌溉水源，同时发起农民一同修缮坍方的水圳，也开始谈起复耕的可能。开始将水圳修护，入山之后，蜿蜒的水路只能靠人力开挖。虽然农民们都老了，但这个时候没有人缺席。费了那么久，那个草长那么高，有的都还长树了，那整地很困难，整地的这个费用呢，我们也会补助，整地不用大家自己再花钱，不用大家自己再辛苦的去重新再去整地，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配合，就是我们补助做的这些事情，请大家一定要配合，不要用农药，也不要用杀草剂，请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要先把这个环境给营造出来，还把这个生态给营造出来，后面我们才有办法去吸引一些更多的人过来。除了我们可以
提供的一些资源之外，其他能帮上忙的也很有限，最主要都还是要靠大家在这边世世代代居住在这边的各位，要主要是要靠你们来努力，让这个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梦想能够完成，你们才是真正的关键。我的不多苗，你要多多。Saka hartingin takunannya na surup na mitaw tidaan. Ipaayaw gitanan. To sa kairaan, sa kaorif na mita. Ano yan? To ang kubalo soaw. Sekat-sakat kita. 那个水一定要下来，水先让它下来，你不要种什么都没有关系，水先让它下来。好的地我不耕种干嘛？卖给你们了啊！讲啊，既然有水，既然有人整理，不是很好吗？对，但是还要专门干什么事？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是农夫嘛。好，阿玲，你干得好。Isa pa naman tayo ni mga ito. At ako ko pisa nga ito bakchiyo saan ka tayo ni kutam daw. Ay, yamami sa nga ito bakchiyo mga naik ako sa nga at ako bakchiyo ito rin sa pagkabit. Hanta, ano man ay ka kutun ano masa sa ka sa nga pansal to suat sa kurang nila pagkaran na ano. Tahu kalau pun ada misalnya, betul ni. Kau siapa kawan?在农耕时代，农民自有水圳管理的制度，大家合力制作分水孔，分配各家水源。传统的分水法是依照水田的池分来分配水流量，拥有一分地，木板上就配有一寸的缺口，两分地两寸，以此类推，这是老一辈的智慧。喝水！哦，有水了哦。阿不，你弄爸爸是我你俩了，走走，上干嘛？你们今天干出你俩来路？咱俺弄俺的三大妈妈，要么咱们咱干。Ini pasang dunia mama matu nika. Tadak lu nananu. Arai sa kami hama matu hasil ya semak lu namu. Ijin 20几年没有拿这个水了，因为源头那边取水很困难了。每次洪水一来，那个坝就冲走。那我们现在有水之后，去打田呐、做一个湿地啊，让它种什么都可以、芋头也好啦，稻子也好啦。过去我们莫名以求的一个水，所以今天有这个水，都很高兴啊，那个大家都很高兴。刚才看到水那个井，哦，他就抢那个水了。在林务局的资源与部落农民的协力下，水终于来了。水出点水啊！哦，好好。
나서자자누얼마나게나해아빠가대라고따야서야마한도그라나는무슨거해라던바리안도너가파르나는능한제아와오브라는따라사스라사마파은하나정말빠사브랑한테노치라자도자라피초빠이치투사피소리투마만투라헤투라헤야우라피알안타투라나노아와구라는능내라이마타그라자가테라구라타야노우마구타아이사今天我们县政府愿意帮大家来做同那个田埂修复的话，请大家先就是先签立土地使用同意书，让我们确保我们在施作是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同意我去做了。张美容，870张美容，几分地？这样写在那边。281。同意完之后，请大家告诉我们说你的土地的界限在哪里，因为我们土地的界限应该是按实际田埂，实际田埂是怎么走啊？大概就是地界线，只是我们要确保我们今天这样做不会有争议。今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非常的希望那一边实体坪那边的区域可以全面大面积恢复蓄水。固化的水田因地形的限制，机械无法进入整地，复耕的面积有6公顷。为了保持原地形不被机械破坏，必须仰赖人力才能完整修复。梯田间的土壤，打着赤脚，带着铲子，好让水流能顺利地到达每一片梯田。水进入梯田后，便开始进行最后的整地与灌溉。老晒的已经到那边了，都快好了，都快好了。十多年了，十多年了。
又没有水，所以说现在有水的话就全部都要犁点了啊，现在就要开始种点，没有水没有办法种点啊，现在有水了就很高兴，这个部落以前一直哭都没有水也没有饭吃啊，种地瓜嘛也不行啊，种稻谷最好，这边都需要有稻谷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水。以自然农耕、零农药的种植方式耕作，这样的耕作方式比起惯性农法要来得辛苦，必须拉大插秧的行距与间距，让秧苗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避免未来病虫害的入侵。在这个部落首次提倡这样的概念，至今仍是大家共同学习的课程。我们现在三十年已经二十几年没有种了，二十几年没种，所以说这个土地很肥沃啊，你看那个它地这个很像都软趴趴这样，有没有，都是像黏黏这样，因为二十几年没有种才会这样子啊，很肥沃。梯田开始复耕后，港口部落的孩子们也脱下布鞋，让双脚踏进泥土里，用自己的双手插秧，更有机会实地的了解农人耕种的辛劳。首次的插秧体验，孩子们并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有趣好玩，能够亲自感受泥土与生命，对现代的孩子来说是相当幸运的体验。